弟弟，你今天要开箱什么？这个，你今天要开箱苹果牛奶，对不对？你自己买的哦，你自己去全联买的哦。OK，那我们来喝看看好不好喝了。好，打开，先打开，这个是苹果口味的牛奶啊。OK，我先把这个拉起来哦，等我一下哦。你先帮我把青蛙奶瓶的盖子打开，我帮你倒进去。打得开吗？旋转开来，好，换我倒喽。因为我之前给你自己倒过，你给我全部倒出来。好，我先倒这些够不够？这些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你盖起来喝看看，好喝我再帮你装，不好喝的话，只好把它喝了。来，旋转起来。OK，好，怎么样？真的啊，苹果牛奶好喝哦。对啊，这个是照着太阳长大的苹果加牛奶所做成的苹果牛奶哦，知道吗？那你喝得完吗？这一杯？那你喝完了，我再帮你装一杯，好不好？好，慢慢喝哦，慢慢喝哦。这个应该是有营养的，我再看一下哦。它写的什么？来自纽西兰的苹果，然后2罐99，2罐99。然后牛奶的话有50%，苹果50%，好，所以这个就是苹果牛奶。OK，弟弟喜欢那就好了。